我哋背十年。各位翁婿下班了后，拢会早回倒去厝诶，表示伊伫上班的时阵，拢会想到太太。这家的心情足小心的，我真够劲嘞，白色玫瑰，甲你足适配。阿弟，咱就是问题还未解决呢。我想过啊，冬雨，你讲的确实无对。今嘛，我甲豪华别墅交予你，确实予你压力。要唔过以后嘞，咱总有一天会公开咱的关系。你就把这个 case 做出上进，安尼别人都袂感觉讲你是靠我对你的私情，是你家己有实力。到时阵，阮爸妈来接受你，你就接受这个挑战。我讲过啊，我会支持你。你叫我来，是因为这件代志哦。我是要甲你讲，我要和阮爸搬出去啦。这是安怎啊？是安怎让我爸爸出去？啊好啊，出代志啊，我都知。我袂当阁让阮爸占你的便宜啊！你顶下安尼想啦？阿弟，你听我讲，这规件代志拢是我唔对，我为一开始就咸着了啊。啊，不过我因为自私，我无回头，一直阁管一出代志。这狗怕我亲戚，一出代志，进前看到咱做伙，就让我感觉我无这责任嘛。是真嫂，这无重要，你继续。无的确是真重要的代志，你先接吧。真嫂，安怎？我你无用。这品味，哎呀，你啊，好，你妈妈上过去。你是要叫你我陪你来去病院？我就想你，我嘛同款就想你。冠杰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就应该要坚持，让你回去恁家，安尼伊就袂出车祸，伊就袂受伤啊，拢是我唔对。前几工你拢伫个家后背房，我拢看袂着你，你敢有倒位无爽快？对啦，你出车祸，伊刚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想出来你会起安尼紧，啊！你是要去倒位？关姐，你是伫咧看倒位啦？啊！恁爸妈敢知影你醒过来啊？伊嘛一直伫咧等伊，你赶紧叫因看，看你即马好好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这几天哦，大家拢足烦恼的。你以后免阁烦恼啊！起码你好起来啊，我当然袂烦恼啊。冠杰，你敢知影？这几天我才知影，你对我来讲真正最重要、最重要的。就算你妈伊无介意我，一直甲我哭声拢袂要紧，为着要让你安心，我拢会当心。我真正就想要、就想要甲你做伙一世人，永远拢袂分开。啊！不过我要走。你要走去倒位？小春，你
心莫紧张，听我讲，以后你爱好好照顾你家己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困。就算讲我离开啊，你嘛莫哭伤久了，把咱的感情放下，让别人来爱你，知影无？不爱，我刚才想要跟你做伙，我不爱别人。啊，不过我时间到了，我真正要来走。我不爱，冠杰，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讲，我一世人好像拢讲不完。阿公，你想要听迄句话，我嘛袂讲出来。你袂那安尼放我就走，你怎我办？一世人我袂负爱你，我后世人我会好好甲你弥补。医生，已经几啊天啊？冠杰是毋是你要醒过来啊？冯生一个性命，你也老无乐观啊！我拄仔看伊个血压一直降落去，拄则有甲急救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关键真正命够好好个啊，哪会会方便到安尼啦？如果二十四点钟内若无好转，恁可能要心理准备。冠杰，冠杰，拄则敢真正是来跟我讲再见的？我拜托你，一定要保密，快些赶紧醒过来。若是伊会当醒过来，会当恢复健康，那你我愿意离开伊。我拜托你，一定要救伊。小春，你是在讲啥？你哪会当安尼乌白下弯啊？是啊，你遐尔爱冠杰，哪会下这种弯？我爱伊，啊，不过我算。我煞无爱多替伊做啥，我连伊一面我拢记袂着，除了救性命，我已经无其他会当做啊。性命在手，只要伊会当活嘞，就算伫伊身躯边的人不是我嘛，无要紧。我拜托你一定要救冠杰，我拜托你。冠杰，我总算看到你了。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我是小春啊，我就想你的。这几天无看到你，我一直在想咱之间的代志。我想要甲你讲，我做唔对啊。我应该伫你头一次甲我告白的时阵，我就答应你。我伫外国有偌思念你，你拢毋知。即摆我人倒来，我就无想要浪费时间。小春，你敢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你会使慢慢想啊。你有大汉的时阵，甲我讲就好，我会等你。
是安怎要安尼互你等？互你等遐尼久，我才发现你对我的爱还够负责，拢是遮尼专心专意。小春，你是我心内上重要的人，我一定会守护你。不是靠我的身份背景，是靠我这个人。你敢愿意相信我？冠杰，林爸林妈反对我，为着要得到因的认同。我一直拿出讲，我家己是上委屈的迄个，啊，不过我煞袂记啊，就是因为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才有法度忍受这个委屈。原本我一直认为，俺无法度克服的是心不袂叫，啊，不过我即马才知影。我来伫个世间死的面头前，这个代志一点仔都无重要。冠杰，没有听着我讲话无？有一句话你毋是最想要听着我讲的？自咱做伙到即马，你敢那无对我讲过我的理由？可能是呢。那你讲两句来鼓励一下。喂，啊，我要等有一天会当奖励你的时阵才讲。哦，安尼就当算的呢。听讲你苦话，过定心痛，破碎无奈的生活。冠杰，我爱你，我就爱你，多谢你来我的生命里底。冠杰，其实嘞，原来真正拢是你伫为我付出，今嘛换我付出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爱你的，你毋是一直想要听我讲这句话，你若是醒过来。我就会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大家拢讲。方冠杰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天公你牵挂，孤单的囝，找无未来的希望，可比电影，爱若讲出嘴，用什么？小春，我们这边来啊，你慢送你回家。阿母，关姐，已经无时间了啦。